这是一颗人类觉醒千年暗示，开展无量意智慧，如何将心天心地无量光无量寿无量寿佛降临人间，人间菩萨彰显佛法，彰化应化在人心。感恩佛陀集中弟子，感恩善知识上正下严和尚尼法师，开展新天新地新的文明，人体大藏经无量义从人间开展人心。